前空翻站木，狼跳，一个大跳再接上加再接一个狼跳，这几个动作做得干净利索，分腿接翻跳。非常的稳，转体360，刚才逆转360的动作也是没有任何的晃动，仰跳，挺身前空翻，接一个仰跳，前面的动作基本上是趋向于完美，我们看看它的最后的结束动作。非常稳，这套动作应该来讲呢，作为刘婷婷的表现是相当到位的。张锦，刚才是不是在训练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在训练前，他的这个颈部已经感觉到不适了？但是张锦呢，是队中大概唯一一个有机会去竞争的，就是去竞争全能或者说是单项跳马比赛的这个选手。刚才是吴公平的这个分数。